我们期待孩子们长大，每个幼小身影需要养分灌溉，每个稚嫩的梦想更需要机会茁壮。在台湾，有着许多的偏乡孩童期待一份坚定的力量。用十年给孩子一个转变的机会与一份挑战未来的勇气。我们知道每棵小树都有成为大树的机会。开源链子人生奶十年来持续送爱心到偏乡的公益行动，已经遍及全国22县市，超过500所学校，帮助超过10000名学童。十年育植人，百年育树人。我们将继续把爱心送出去，邀请您一起加入开源链子人生奶的公益行列，支持链子人送爱心开源百万助学计划，支持链子人严选的爱心鲜奶店家，让我们种下一个给孩子成就梦想的希望。